妈妈在飞在地上飞，你看。我们现在热气球在这里吗？后面卵子。然后这样。工作大幅降低，这个工作应该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之一。对啊，真的吧？对啊。可是我觉得它好危险，每天可以飞这个。可是很危险，我很害怕。是哦。我很害怕。就哎，就两粒，就我们这两粒，哎呀，三粒、四粒飞过来，超多粒。这一边的景色比较好看。跑出来出来了哦哦哦，跑出来了，我跑到一个另外的地方了。哦，酷哎，酷哎，平的地方其实高低落差很。对啊，山头再飞过来。哦，他们是要飞上来，然后飞到这山头。帮你们拍，现在你们转向，快快快！就传上去，大家就可以。谢谢。